哎，主要很多战士现在打野削了，就是因为这没有提亚马特了。你想买个提亚马特，又得买个铁丝鞭，就才有以前的效果。而且以前还可以买这个绿豆在。完了，我屌不屌？来把巨魔打赵信，看我怎么把他头脑壳给他敲歪了。对吧，为什么玩巨魔呢？因为他们近战比较多啊。巨魔打这种满腹阵容还有一个泰坦在，挺好用的。巨魔可以打野，但是不能打那种比较灵活的阵容，这种满腹阵容就可以打一打。这个英雄一般大火的时候就是坦克厉害的时候，他这个大招天克坦克。其实这打野很适合新手啊，你们老问我什么打野比较好上手，这巨魔就挺好上手，简单粗暴啊。这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害怕纷争啊，看阵容选，不能无脑选。像对面这个阵容选巨魔就挺好，这把的话我们就又肉又输出啊。他在右边做野，不是他在左边做的野，那我就学个E好了。我原本想学个 Q 速刷的，想一下算了。主要我们中路是个妖姬，可以抓上的时候呢，先让他玩好了。这药瓶其实，哎，主要很多战士现在打野削了，就是因为这没有提亚马特了。你想买个提亚马特，又得买个铁丝鞭，就才有以前的效果。而且以前还可以买这个绿豆在。完了，跟你们说话去了，没事，他死了。高手过招啊，多，这不是看不懂啊，其实我也看不懂啊。过来了，来来勾引一下。引一下，哎，打个强攻。赵信人呢不敢面对我吧，他是不是看到我就已经自行惭愧了啊，一级。赵信该不会只会打野吧，在选英雄的时候二楼只会打野啊，可以，他在附近刚打完的。给个链子 ,W 踩要E死了。踩，哎，你先踩，等我来了再踩，人跑了。惩罚两个小兵，来有等打野上了再踩的。对面要越了，这还不都死了。这妖姬刚才踩这一波难道死了 ,EZ 就不会死。这波 EZ 变相被妖姬给害死了。这难道刚才没闪的练到必死。完了，他没去拉龙，我这刀没砍出来，这小伙子好猛啊，根本就没打算走啊，对吧，比较顺，就先买个提亚马特刷野快一点，再待会补个铁丝鞭刷野就更快了。这波有大可以抓下下，但是下路已经死了。这怎么搞呀，直接吸泰坦。把他先杀了再杀蓝刀，你怎么会想杀我呢小蓝刀，刚才吸了一口大100点护甲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。这个大招偷百分比血量加双看的，又肉又输出啊，在让对面变脆的同时还让自己变硬啊。
这巨魔比较好打字的 AD， 主要他 Q 还偷攻击力，此消彼长，这就是为什么说好打赵信的原因，知道吧？没关系，可以抓我，主要是打先锋吃一下塔，来给个溜溜球，先 Q 咬个一口，根本都不疼，知道吧？我先一顶一下，看他也没打龙，打了个先锋。这时候轮有大了，他该不会要 E 吧？这瑞文要来了，他这波要上，没事可以秒，给他捅，对，他捅了大过去，大一顶一下，让他 A 不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可以当个控制用，中断一下对面，这可是一个肉石头呀，你怎么敢上呢？一柱擎天，单吃了一些，他有了，这把稳了，我无敌了。我起来了，这把这巨魔贼好打，对面这个阵容，来再来个一切塔，哇，我这把我跟石油人都无敌了呀，这石油人的话出肉的，对面菜刀对他出肉，对面也打不动他，他伤害也蛮高啊。石油人大快好了，来搞一下瑞文，这瑞文脑子瓦特了吧，我顶 你别说，我这波好像不来他说不定真给石油人杀了，我这不来的话他还可以再打一套技能，有只能说有机会啊，这赵信直接都不来上了，他知道来了也打不过，这巨魔被动什么国王的贡品啊，就是回血，百分比回血，他这个被动刷野其实耐线能力蛮强的，只要有敌方目标死亡他就可以回啊，根据百分比回，不行我得主动一下，这赵信他有点害羞啊，让我找一下，让我看看，发什么信号，杀完了，再来两个我送他回家，直接大吸，这太惨，过来过来，再杀你了，别发，回来，杀干净了，别 K 我头啊，我一打三，我屌不屌，稳不稳，人都不过来一直发信号，我不走肯定是有把握的啊，我是有备而来的，打完满血了，这被动加大招回血太 gay 了， W 还有加这个攻速还有治疗效果还加移速，主要这个神圣分离者也挺香的，现在 Q 多回了三口啊，哇一大口回了300，强攻打了1000，所以打对面这个阵容就可以玩巨魔啊，小本本记一下，巨魔无敌啊，等他翻不翻，你回来，近战多的阵容，坦克多的阵容都可以玩，不一定一定要菜刀队，近战多都可以玩，当然菜刀队就最好了，近战多或者坦克多都可以玩，什么叫多呢，起码得占大多数吧，三个嘛，三个级以上嘛，还想跑，给我往回顶， Q 在减速黏住大招势不可以，这大留一下，没必要沙子六人开大，有点浪费啊，我们的就不就队友的吗，队友不就我们的吗，都一样啊，你们以为我会抢这个蓝啊，你们的心也太坏了吧，这队友 K 两个头就不给他 buff 啊，不是你大我干嘛呢，顶一下，加速，这边照到了，他没闪，来让我咬一口，加速一马上好了，给个链子，对面不会投的，他们在等龙魂，但是这最后一条龙不会给他们拿，他们也拿不到，不行我跑的有点慢，一般这种基础属性啊，这种数据比较夸张的英雄啊都不是很灵活，
哎，妖姬的 E 还能防一点，哇，神 K 这个妖姬，回来，大吸一个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我顶了，我顶了，我顶了，上啊，上啊！我这个护甲将近300点，血量将近3000，还就是这么爆炸。回家，我买跑护甲去了。感觉他们想杀我，你给我疯狂吃一眼是吧？对面没有三个以上是打不过我的，回来。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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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应该吸死他了吧 ？A 下被动，这没死。他残血，我大应该吸死他了，打断他的，先退一下。我好肉啊，我太硬了。打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没兵线，没兵线，大龙，大龙。回来。哎，还差一个，这论文要上头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都不动了，我就按个右键，好吧？出来。哎呦，给他们杀一个吧，刚好我们也15个了啊！打他们这个阵容，菜刀队近战多或者坦克多都可以玩啊！看到没有，乱杀！你看我都不怎么玩过这个英雄的，没给你们玩过，一掏出来就是对吧？花贵人机大杀四方，下一把。Stop, and no, you don't wanna stop when I drop a line.